老和尚，要干什么？房子都要拆了，你要做就到别处去做吧。老和尚，你好不讲道理！凭什么锯断我打坐的木板？是谁让你进来的？啊，法师，整天坐在房梁上打坐，你图个什么呀？当然是顿悟成佛。悟到什么了吗？ 五蕴非有，一切皆空。既然一切皆空，你哪来的那么大脾气啊？既然一切皆空，还要你屁股底下的那块木板做什么？法师注悉六祖道场应该知道，六祖慧能说过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 离是密菩提，恰如兔角。空，并不等于无啊。那么，长老所见，什么是空？上不怨天，下不忧人。什么是戒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什么是清净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师父。 弟子广记，顶礼大和尚。哎呀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